这么陡的坡，怎么冲啊？他现在是个陡坡。如果炸平了呢？铁光，这样，等会儿开战以后，你配合参战部队，告诉炮兵营，用一门大炮，正面攻击日军的主力阵地。你带领一营，还有所有的参战部队，在正面这一面平铺，佯攻敌人的阵地。我带领二营。 从后面，让所有的炮兵、所有的炮弹给我倾泻在他的斜坡上，最多也就两轮，把这个陡坡给我炸平了。明白了。今は家までに送るよ。 你赶紧去看看吧，鬼子在自己的阵地上杀自己人呢。什么？可能是在杀那些未战的士兵吧。这会儿鬼子也窝里斗了。不过那些窝里斗的越狠越好。按计划进行，通知下去。 全团准备战斗。是。哎，通知全团的士兵，不管任何人，看见山口一雄，一定要给我留活口，我要亲手劈了他。是。 什么情况？炮都归他管了，还把炮弹打在日本人阵地后面，他会不会打仗啊？他现在是前敌总指挥，他说怎么打，你们就怎么打，给我专心的打。旅长，向斌里既然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啊。这一点，咱俩的想法是一致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倒要看看向斌里这小子，到底能给我使出什么花样来。 攻撃した。すぐここに上がるよ。ならば早く。後に反省しろ、ヤング隊。はい。
我们要见面了，真可惜，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看来今天只能活着走出去一干。义兄，你死定了！你还是留在这一起下去，向我那些战友们赎罪去吧！ 老高，老孙，你怎么来了？马上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停止进攻？为什么？刚接到上级命令，鬼子投降了。投降了？哪个城镇的鬼子投降了？日本天皇刚刚宣读了投降书，整个日本向中国投降了。真的？ 山口一雄，你的死期到了。
小兵营，你不能杀他！为什么？我要给我的战友报仇。这是政治部的孙主任，他刚刚带来消息，日本人已经全部投降了。他现在是我们的战俘，是战俘，我们就不能杀他。什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可热闹了，你不出去看看啊？不去了。咋了？这抗战都胜利了，你咋还不高兴了呢？高兴不起来。是胜利了，可山口一雄他到现在还活着，我高兴不起来。他已经被俘虏了。我相信他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审判的。审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了我们多少条人命？我恨不得当场把这个小子给毙了。好了，别生气了。外边真的可热闹了，你出去看看心情就好了。走嘛，我想看，你陪我去好不好？走。怎么了，宾礼？你怎么了？哎，你怎么了？哎，宾礼，醒醒啊！大夫，他到底是什么病啊？向团长之前就得过很严重的胃病，曾经还吐过血。这些年饮食不规律，营养不良，外加过度劳累，导致他的病啊越来越严重。这个病治倒是也不麻烦，但是必须得静养一段时间，要不然他的胃会出大问题。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大夫。没事。好在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还能安心养养病。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中午送饭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他这样了，他自己割腕自杀的。割腕？他怎么会有东西割腕呢？他把一块石头磨薄了，变得很锋利，割破了自己的手腕。他现在怎么样？我再给他包扎，但是必须马上送到医院去。赶紧套一辆马车，送卫生队去。是。
你不是被新四军抓了吗？可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跑出来了。我不会傻到在新四军那里等死的。不是你跑出来找我干啥呀？还不赶紧找机会回日本老家去啊！老七，那是什么？卖馒头。哼，你甘心过这样的生活吗？谁能够甘心过这样的生活？我是为了逃命。 没被发现已经很幸运了，知道吗？现在我们有机会了。吃饭了，今天可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憋屈。憋屈？你憋屈啥呀？ 国民党是要挑起内战啊！行了，你现在先别管这些，你首要的任务是要好好养病，好好吃饭。病早好了，还怎么样？我就觉得憋屈。你说现在这局势都这样了，我一个现役军人，我在这医院里躺着啊，吃了睡，睡了吃，你说我什么时候胖成这样了？ 我啥时候这样过呀？哎呀，行了，这点肉等你回去打仗了，不就下去了？也就这两天的事儿。说的容易，还这两天，我一刻钟我也待不住了。你去跟那个王院长说说，让他必须马上批准我出院。不行，你当时怎么说的来着？你当时可是答应要好好养病才出院的。我告诉你，你可是立过军令状的。 你要是现在敢出院，那就是违抗军令。对呀，凌霄啊，这王院长级别比我低，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呀。我现在就命令王院长，我让他必须让我出院。如果他不同意，那就是违抗军令啊。哎，行了行了行了，人家王院长也挺不容易的。是，你的级别是比他高，那不还有司令呢吗？你让人家王院长夹在中间，多为难呢。 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养病，你病养好了，马上就能出院了。我真的好了，凌霄。哎呀，谁呀？送饭呢？太君，饭来了，要不咱们先吃吧。先放那边。哎。 你们说共产党的恶气还不够吗？趁着现在整个镇子上共产党的兵力空虚，真是我们大干一场的好机会。还有啊，我们……但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日本人合作？你想想吧，现在这个镇子上有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退役军人。 支援和浪人，他们的人数差不多100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枪来战斗，而这些人现在都愿意听我的指挥。孙站长，你们军统的人一直潜伏在这里，却没有什么作为。据我所知，国共现在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是吧？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打起来，是早晚的事。如果在这个时机，你和你的手下能有所作为的话，那你们的上司又会怎么看你们呢？<笑>不是，凌霄，你不知道，这国家都成这个样子了。县团长，你好。哎，你的伤怎么样了？这个是咱医院在这个镇子武装部的部长，随部长。 这个是咱医院在这个镇子武装部的部长，随部长。你昏迷的时候，他来看过你。啊，哦，随部长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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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哎，向团长，我代表我们地方同志再来看看你，有啥需要的尽管提，我们一定帮着解决。没事。高旅长和司令员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向团长你。
哎，我还真有个需要啊。什么需要？你是武装部长啊，你管枪啊，你给我弄支枪怎么样？枪？你要枪干什么？这些年我就没离开过枪，这晚上睡不着啊，不闻着这枪油味啊，我这睡不踏实。隋部长，你别介意啊，他就是好日子过不惯，吃饱了撑的。怎么说话呢？还没吃呢。哎，隋部长，啊，这个，我听说咱们大部队已经开始转移了。啊，是啊，向团长，总部呢，下命令要集合队伍，就把镇上驻扎的部队给调走了。那留多少？留下了两个班，维持治安。这么大个镇子就留两个班？哎呀，向团长，我们这里是后方，再说现在抗战都已经胜利了，哪儿还有什么仗可打呀？哎呀，隋部长。你这话我觉得不对，咱们是大后方没错，但是眼下的局势可不一样啊。现在天下并没太平，你看看，国民党还在蠢蠢欲动，不定随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尤其咱这思想绝不能麻痹，对吧？这万一出什么事儿，咱们有备而战，保证打胜仗啊。好的，向团长，我回去集结人马。全部做好充分的准备。你这枪不错呀，什么牌子的？哦，组织上给我配了一把伯克。伯克，伯克好枪啊！我看看。向明礼。啊，不是，我看一看。陈掌柜，你的店铺被共产党封了，不就多囤点粮食，卖了高价吗？这算什么罪？啊，共产党就是想着法的要把你们给弄死，知道吗？行，我干，我也干，干，我也干，我也干，我干。好，我干，我出人出枪。好，那就定明天晚上七点，我会再派些人去把镇上的店给掐灭，然后我们分头行事，我带人去围攻共产党的医院，你们几个带人分别去打共产党的政府，还有他们的学校。这医院里面都是一群病人和受伤的，有啥好打的？因为那里住着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个朝思暮想的老朋友。换岗了。喂，是我。什么？这怎么停电了？有，都停了，都停了。勤务兵，勤务兵。向团长，向团长，马上跟随我们转移。转移？出啥事了？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一会儿日本人还有国民党反动分子要在城里举行暴动，医院也是目标之一，全医院的人都要跟随我们转移。暴动？你跟我说详细点。今天呢，有人在镇上的一家酒馆喝多了闹事，被我们两个巡查的战士给带了回来。我们看他是个外地人，就多问了几句，没想到套出一个大情报。这三个人呢，之前做过美军，这次回到镇子上呢，是一个叫山口一雄的日本人组织的。山口一雄？山口一雄不是在监狱里吗？那个。前两天旅长来看你的时候，悄悄跟我说山口一雄逃走了。逃走了？我就是怕你激动，所以没告诉你。
好好的关在监狱里能逃走了，你说这些监狱看守都干什么吃的呀？向团长，你认识山口一雄？我何止认识他，扒了他的皮，我认识他的筋。好啊，好啊，他不来，我倒想去找他呢。他肯定是冲着你来的。冲我来就对了。哎，他们暴动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准备呢，先断电，然后随时准备行动。 这不已经断电了吗？是啊，那说明暴动马上就开始了。你准备怎么转移我们？我准备将所有人还有军校的实际个学生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全部转移到我的武装部，我们死守等待援军。我呢已经打电话通知附近的通化县，他们已经派部队过来了。你武装部地方大吗？啊，比这医院呢？比这医院小多了。那不行，这后勤保障这么多人，你那儿那么小，而且我们只有两个班的兵力，这要打起来肯定守不住。 我看这样随部长，你把所有人集中到这儿来，你那儿有多少支枪？我那儿有十几把步枪，还有一把冲锋枪。哦，这样，你把所有的青壮劳力最好能找一些上过战场的，啊，都集中起来，只要打过仗的就给他发枪。好。哎，凌霄，辛苦一下啊！你把所有的伤员还有护士，还有一会儿来的所有女同志转移到后院，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不准出来。 需要加高，快！好，快点！来，放这儿！来，放这儿！快，放这儿啊！都抓紧点儿！这谁走漏了风声啊？怎么新四军都提前做准备了呢？那既然这样，我看还是算了吧。算了。 已经到了这份上，这家伙骑术难下，知道吗？不打也得打。不过这帮人既然都躲进医院里去了，也显得咱们分兵去打了。所有人都给我集中去攻击医院。明白。是。 会上战场吗？啊，我们武装部新兵比较多，主要呢，我们是负责策应主力部队，之前的南坎战役我们都参加过。放心吧，这伙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打起精神啊！是。邢科长，邢科长，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啊，向团长不是让你照顾好病人吗？赶紧回去吧，这儿有我和向团长的，放心吧。 赶紧回去吧，小心！准备战斗。
瞄准了打，每颗子弹都很宝贵，节省子弹。我们的目的，拖住他们，等待援军，懂吗？是是。杀死一个新四军的，上金桥一根。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给我冲！别急啊，进来再打。打！看来他们已经打起来了，没事的。放心吧，团长他们一定会顶住的。停下子弹，快把那两个伤员送回后院去。是。后退至上午室，第一个冲进医院的上金桥三根。弟兄们都看到了吧，后退的这都是下场，没死的咱们兄弟们等着发财呢，给老子冲！冲冲冲冲！哎，太君，哎呀妈呀，过！敌人火力太猛了，跟我撤回院子里。别开枪，自己人。你们几个怎么不冲进去啊？不想发财了？都给我冲！哎，先让夏美丽忙一阵子吧。太君，我看这里边也差不多。绝不能让一个敌人跑了，跟我追，跟我追，追！太君，咱们前后被夹击了，
赶紧跑吧！走，弟兄们，给我顶住啊！走，山口一雄。山口一雄，你应该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冤有头债有主。今天你落到我的手上了吧？之前我以为我再也无法为我的那些战友报仇了，你竟然送上门来了。好啊，这就是天意。你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今天就是中国人跟你算总账的时候。等等，兵力，等等！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对不起，对不起。你原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向你投降。不是说你们新四军会优待俘虏的吗？我现在向你投降，你们会杀了我吧？还会相信你那些鬼话吗？你就乖乖的下地狱，为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偿命去吧。江宾利，去死吧！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结束于1945年日本签订投降书。经过了14年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其中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界，前6年是局部抗战时期，后8年是全国抗战时期。14年抗日战争是一个连贯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14年中，无论面临的形势多么复杂，遇到的困难多么巨大，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争从未中断过，中华民族团结觉醒的潮流从未滞缓过，中国人民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维护世界正义与进步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